配着潮汕俗语“打破无酒食”，大家咱拢会知伊个意思是呾着内金家己个团结本领。不过，即句潮汕俗语还有另一个版本个故事，大概是乾隆年间文化大大学时创新到老皇乡之后，来到填海拜访宗亲，啱啱拄着宗亲来判喜红，伊就被热请邀请做大位，安排了当地一位有名望个老先生做到次座。这个老先生一记溜做大位，只做变做做次座，又听到一串老，请伊小无非常普通，内心就过够味。先生专门问阿串老呾，先生啊，你一世人做过几多次大位？串老笑笑应呾，请卖多问，打破无酒食。这位老先生想呾串老该无聊，就问唔遐，串老无奈。应当做过四座，第一座是十五岁出生的时候，爸母叫我做的；第二座是二十岁当了新京师，丈人叫我做的；第三座是三十岁登了进士，宗师请我做的；第四座是七十七岁的时候，官拜文化大大学士，王祥师做的。这位老先生听了后，笑里到冰心荡冠，王家己有眼不识泰山，后来一句话就到潮汕地区流传开来。用来劝说人，该糊涂的时候就得糊涂，对彼此拢好。有点是将话打破了，反而令人尴尬。正如另外一句潮汕俗话：“公龙公龙，做阿公。”